分享我的熊猫之度圆梦之旅的特制美甲，这是我给美甲师小陈看的，我想做的款式。必须大力称赞小陈的卸甲功力超强，美甲的底色也根据我的肤色做了调整。认真觉得手绘美甲真的是超级考验美甲师的功力，尤其是我挑的这种款式，它线条非常简单明确，一个不小心出错，整张图都毁了。可以把它想象成烹饪料理时最简单也最困难的蛋炒饭。在影片的最后会分享小陈的更多作品，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哦。非常喜欢小陈细心的高还原度，也喜欢他根据不同人的肤色以及个人的喜好去做调整。看我大拇指的熊猫画得超级可爱，还有许多爱心以及花朵和小苹果的装饰，成品真的是太爱了。顶着这样的熊猫美甲去成都，真的是被问爆。顺便分享这次去熊猫基地以及成都动物园拍摄的胖达给大家看，超级可爱。最后秀一下小陈的更多作品跟大家分享，有许多款式是优惠款哦，可以私讯他们的 IG 跟他们预约。